本席与本院委员邱志伟、邱义莹、陈其迈、林黛华、李坤泽等十九人，鉴于客家委员会所属的南北客家园区成立之后，至今带动繁荣周边各客家乡镇的成效有限，客家委员会应该邀请客家文化园区所在地的相关区域的地方政府与民间社团组成客家区域发展推动委员会，共同研商各客家乡镇旅游资源开发、旅游设施整建、地方特色产业扶植与行销、旅游游程的规划、整合行销等有关客家区域发展的议题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吴玉珍、邱志。